家人们，我拍到成龙了，本来舍不得发的，但还是想给你们看看真正的成龙大哥。来了来了，成龙来了，终于看到真人了。哇，竟然被大哥亲自投喂，这是我离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最近的一次了吧。大哥也安静，大吉大利啊，一起寻找再来。大哥也很皮，大哥也拖地，哇，看到大哥的经典动作，这就是我看到的成龙。成龙大哥一直说自己是幸运，但我觉得越努力越幸运。不管这世界是不是一个草台班子，我看到了认真对待这个草台班子的人会有好处。